不能今天下雨呢。下雨啊，下雨还是要来啊。还是要。哎，对啊。因为要加油嘛，哦，因为谢院长又不能来啊，因为他是那个协调小组的召集人嘛，但是心里面其实也蛮急的，嗯，那我觉得文智他是一个非常优秀的一个年轻人，你看他这边经营两年多哈，而且他这个过去在高雄市的时候，他的这个政绩呀，算他的政绩也是相当好的啊。所以我觉得，哎，年轻人这样的年轻人应该让他出头了。那虽然是下雨，但是还是要来。啊，很久没有出来那个了呢，怎么今天就那么感动？啊，你很久没有出来那个、啊？是很久没有出来了，对啦，好久没有出来了。那就、嗯、就很。但是因为选情很急啊，嗯、对不对？是，嗯，谢谢。对，局长那个就是罗委员罗文嘉有那个。觉得说你是在发动负面的文宣啊，哦，然后他已经向党中央去发言，去要求要处理，就觉得说你在影射他花钱买广告。这个首先我们感谢谢太太哈，其实我也很久没有看到他啊，但是今天风雨这么大，这么冷的天啊，他还愿意来协助我啊，真的倍觉温暖啊。那我觉得文嘉兄。你大概误会了，我是自我解嘲，自己妄谈，就是讲我实在无差不多几千万安尼开钱做广告，啊，所以就得算命就急，哦，我们在这好多里长好急，姚文智你怎么都不广告，姚文智怎么都看不到你，那我说我没有钱在电视广告啊，所以我只好，就做了，告诉他们说我没有办法做广告。所以这个应该不是他所理解的那样哈，我们其实很希望这个整个选举的过程啊，也不要有那么多金钱的投入啊，像文嘉兄可能还不了解啊，我设了六个服务处，经营了两年，其实有五个哦，有五个都是支持者热心提供的，因为他们看到我的诚意，看到我的认真打拼啊，只有一个要花租金的，啊，但是房东都变成好朋友，啊，都在地方基层帮我拉票，啊，其实这就是，跟基层了解这个民众的心声的重要，啊，不是他，就说选举两个礼拜，那这个大量的广告哈，啊，那所以他们大概比较没有办法理解说，哎，我们那些其实我们的服务处看板，啊，很多都是好朋友热心支持。哦，那你刚刚提到这个广告，也是他们都很着急，说姚文智你，不然钱借我啦。啊，其实他们不知道我已经借了，啊，我已经借了两三百万了，啊，那借已经很困难，啊，那所以，我们就是自我解嘲，啊，自我安慰，啊，所以那样的一个说法，其实在讲我自己，啊，是我的心声，啊，我想文嘉兄有点误解。局长，另外就是说，你觉得他那个电视广告这样下去大概花多少钱？然后另外就是他还有质疑一项是说，你虽然没有做电视广告，但是你在新闻里面做植入的问题。OK， 因为我对媒体也熟哈，这是 AC Nielsen 的这个媒体的报表哈，每下一个 Q 表30秒几次，大家看看，通常我看到。这样的一个报表呢，只有总统候选人啊才有可能啊，而且民进党的候选人，当初我是文宣部主任啊，我都没办法这样做，只有金溥聪帮马英九做，大概做得到，啊，那这样子一个，我说是海啸型的广告啊，啊，那这样的一个广告，当然我们的支持者好急哈。我们的支持者都很担忧，说你怎么都没有钱，你怎么都没有钱哈？那所以我们只好这样了哈。那这些钱，那媒体圈估计大概是千万左右啊。我觉得，就说短短的两个星期，为什么我们初选要花到这么多的钱呢？啊，这个广告是到全国去的，啊，连南部的好朋友都打电话来着急，就一个初选，赵天麟也急啊，为什么会？要做到这样，我觉得，很不可思议的。
局长，所以说您如果回应他啦，如果说在新闻事务的部分是说您是比较发掘比较有限的状况下做的比较经济的，不是不是哦，我并没有花一毛钱做新闻事务啊。其实他这个事情就是很多朋友都急了啊，那其实很多媒体圈的朋友哈，去帮我去 push 拜托那个有些我的新闻平常记者啊，如果这个不愿意来采访，然后来采访。我并没有做新闻之路。那这样子，我如果因为他如果这样讲你的话，你会考虑说干脆是不是要提高，因为这个诽谤的。不需要这样啦，啊，不需要这样。就是说，我觉得重点是说，一个初选要不要变成是一个花钱比赛，啊，要一个初选要不要变成是说，平常在基层啊没有耕耘，没有努力，然后到选举的时候。用大把的金钱，大把的广告，然后没有办法亲自走遍每个大街小巷，但是透过电视每天，其实我们也知道啊，我们等一下的车队在周末的下午都会吵到很多人啊，我们也知道像这样的寒流，冒着风雨很辛苦啊，那这样的一个辛苦，我们没有办法花那么多钱电视广告啊。那到底我们社会要什么样的初选呢？我们未来年轻人参加政治应该是什么样的一个价值啊？我想这个文家兄，我们完完全全没有攻击你，其实我是自己觉得非常的万谈，就是说我们真的没有那么多钱。局长，这个文家还有提到一点，就是说他已经掌握到我要选，从来就没有说有第二个想法。那我回到故乡参选，我设服务处，我跟这个在场很多里长朋友啊，大家这个常年在一起啊，我从来没有想说，哎，这个地区可能怎样，然后我就来选啊，或者说现在情势有什么变化啊，然后我做些什么样的一个决策，或者说我想要利用这样啊，然后用一些不正当的手法啊，绝对不可能啊。姚文智这个这种事情不会发生在姚文智身上啊。那至于文家的质疑，我觉得他这个不要这样放放话啊，他如果有什么样的，因为他把证据然后摊开来给大家看啊，这不应该，我们也不必对号入座啊。好，谢谢，好，谢谢，谢谢，好。而且安琪的那个路线图，哎，好好好。啊，非常的感谢咱今日吼，啊，义工朋友，啊，更加感谢吼，咱社长的牵手，啊，咱的牵手吼，是精益小天，啊嘛感谢咱今日所有来的议员吼，啊，咱的严胜冠议员吼，洪建义议员，张茂兰议员吼，啊，佮有阮的邓东辉会长吼，啊，咱的吴国辉会长吼，啊，佮有所咱在。多谢，多谢，多谢。姚市长，你若要讲话，你只会使讲。台算嘛会赢，啊才有效。啊，你若讲吼，啊会当出线，台算袂赢，啊等于白做方法无效。重情重义吼，拜托乡亲父老兄弟，这款人非常的可贵，孝情重义也无敌。拜托乡亲是大，全力来个支持吼，也有志，也有志吼，一张票，啊一世情。
我米人啊，冻蒜，盖爷财富板块哈，做四年登山，报到你来看钱，然后自己家，大家拜托，一个有一个好人才，咱大同树林才有好未来，乡亲是大好朋友，这些非常重要，安平安泰。发挥恁上大的力量，团结支持，团结收听姚文智，拜托大家，拜托，姚文智，你是什么？